那些说小丑二难看的，赶紧给我进来道歉，我看你才是小丑啊！操！Hello， 大家，我是尼莫。小丑二双重妄想16号正式上映。为了尝一下这坨电影的咸蛋，我早早的买了两场零点场的电影。仅从我个人看到这一场啊，总共有21个人，且有大量在评测，就足以证明呢，这并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目前豆瓣已经开分，这个5.9分。啊，我觉得有太多的个人情绪掺杂在里面了啊。由于港澳台和北美呢分别于10月2日和4日环大陆上映，所以在当天呢就有许多人开始疯狂骂字，疯狂输出，把小丑二啊喷的是体无完肤，一文不值啊。而他们评定好坏的标准呢几乎一致，就是因为它是一部歌舞题材的电影。说起歌舞电影呢，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印度电影。一个超英题材能和歌舞搭上关系，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合体呢，就像是土豆泥拌酱油一样，明明是在吃土豆泥，但不管怎么看呢，都像在吃屎。首先我先表明自己的态度啊，这部电影呢并没有网传的那么不堪，最起码我个人呢还是非常喜欢的。但话又说回来啊，这部电影呢确实不适合大众，就冲这个歌舞题材呢就已经劝退70%的人了，更何况呢还是超英题材加歌舞。影片延续第一部的剧情，亚瑟在全国现场直播中枪杀了自己曾经的偶像富兰克林，随后被警方逮捕押送前往阿卡姆疯人院。如果说小丑一讲述的是长期遭到压迫的底层人民们的集体抗议，那么小丑二讲述的就是这些弱势群体们内心里真正的心理活动和想法。在影片中，每当信念受到动摇或者是感情遭到挫折时，亚瑟就会旁若无人的在内心世界中开始自己的独角戏。他时而高声欢唱，时而手舞足蹈，像极了我们每个人村子里的守村人。当然我这里呢没有一点贬义的意思啊，因为在我们眼中呢他们有可能是傻子，但在他们眼中呢指不定我们才是最大的傻子。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指的呢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在第一段自我世界的表演中采用了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手法呢极具张力且非常有沉浸感，深深的将我们带入了亚瑟的精神世界里。亚瑟进入贤者模式的这一过程，我们通过上帝视角一览无遗，会觉得剧情拖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对于亚瑟本人来说呢，这却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惬意和自由。即使这个过程呢非常短暂，有时候甚至能用秒来计算，可这对他而言呢已经是上天最大的馈赠了。因为在别人眼中呢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真正理解他的人呢只有那些和他有着相同经历和遭遇的苦难之人。虽然片名呢叫小丑二双重妄想，但这个妄想呢其实指的并不是 Lady Gaga 饰演的哈利，而是他自己。这点呢可以从亚瑟的律师跟他的谈话中看出，对方说他体内呢还生活的另外一个人，很明显那个人就是亚瑟的第二人格，也就是小丑 Joker。 所以说到底呢，这部续集呢其实还是关于亚瑟个人的电影，哈利的出现呢只是提前帮他找到了方向，唤醒了那颗曾经充满爱和善良的心。里面在开头用了一段复古的动画，非常有意思啊。之所以用动画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更能凸显画面张力和实现一些真人无法达到的镜头呈现。在成为 Joker 之后，他收到了成千上万人的追捧，但即便如此呢，他依然是那个需要被关心、极度缺爱的内向亚瑟。他不想成为 Joker， 可迫于压力呢，他又必须要成为 Joker。在反复的思想斗争拉扯中，他的精神逐渐出现分裂，从而生出了全新的人格。新人格无所畏惧，想干嘛就干嘛，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而他的行为呢，也再次获得了更多人的追捧。在与新人格抢夺主导权的过程中，他逐渐开始享受这种感觉，最终与他融为一体。但只可惜等待他的呢却是 Arthur 们的正义铁拳。影片的开头呢看似有些诙谐幽默，但实际上呢却暗示了影片的整体走向以及亚瑟最终的命运安排。整部电影中的色彩以及灯光的运用恰到好处，比如影片开头和律师谈话的时候，律师问他，你现在是亚瑟还是 Joker 啊？下一秒亚瑟身后的灯突然变亮，暗示的 Joker 占领了主导权。而他和律师谈话前，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他被四个壮汉包围，一路护送而来。但讽刺的是呢，唯独只有亚瑟没有雨伞。如果仔细看呢，可以发现雨伞上的颜色各有不同。在心理学中，用颜色来区分一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况。这同时呢，再结合镜头语言，由此可以得出，此时的亚瑟呢，已经深受心理疾病的困扰，并且受到周围人的排斥抵触，逐渐成为了一个社群中的边缘人物。这一点呢，也可以从亚瑟用笑话换来一根华子后，他以为和狱警呢已
经是很好的朋友了。于是呢，就下意识的拍了拍他的背，结果对方呢却反应非常迅速的，直接就是一个肘击。说实话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不知怎么的，心里呢有股说不上来的滋味。亚瑟呢其实本心并不坏，但老天呢却似乎啊偏偏不想让他做好人。他想给身边人带去欢乐，结果呢却被盖溜在一顿胖揍。好不容易承受了毒打，结果呢却在回家路上遭受了言语辱骂。顶着巨大压力回到了家，结果迎接他的呢就是母亲的指责与不满。终于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女人，结果好不容易心动一次，却输得这么彻底。就连一开始对他满是崇拜充满爱意的哈利，最后呢也离他而去，分道扬镳。我觉得片名呢应该改一改，改成被嫌弃的亚瑟的一生啊，也许更好。虽然他一直遭到周围人的凌辱，但他的内心呢却依然尚存着一丝微弱的善意。从他先前的同事在法庭上的发言中就可以发现，他是唯一没有欺负过他的人，因为他知道对方和自己呢有着相同的经历。但只可惜两人间这种相见恨晚的友谊呢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撕破。关于影片有没有删减的问题，从豆瓣上可以看到内地版本是137分钟，除此之外呢都是138分钟，主要删减了监狱中亚瑟和哈利的羞羞画面，以及在幻想中杀死法官的场景。上面这个镜头呢我并不是很确定啊，我只是感觉镜头画面呢有点怪怪的。如果有在港澳台或者是国外看过的小伙伴呢，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补充一下啊。总体而言呢，小丑二并不像网传的那么差，不能因为它是歌舞电影就戴上有色眼镜去审视它。站在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呢，这种别样的题材组合或许呢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当然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就对了啊。对于影片结尾的安排呢，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不过结合多次出现的梦境呢，其实啊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这就是观众们最想看的，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觉得小丑二口碑崩了的主要原因，宣发的模式和方法占据大头。就像评论区的一位小伙伴说的那样，同样都是小李子演的电影，观众看了盗梦空间的预告预期拉满，结果走进影院一看，哇擦，结果演的竟然是禁闭岛啊。坐在影厅里的每一位观众呢，其实都是坐在法庭看审判的观众，我们都在期待第一部的 Joker 满血复活，再次引领哥谭市为正义而战，结果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却得到了一个想成为友好邻居的亚瑟。这落差感啊不是一般的大呀，是相当的大呀。不过瑕不掩瑜啊，整体影片质量和演员们的表现力呢还是值回票价的。尤其是凤凰树在影片开头刮胡子的那场戏，看样子啊嘴角是真的被刮胡刀给割破了，那演技看得我这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啊。对于小丑二双重妄想的评价，我的建议是可以看，放低期待去看，不要带着别人的评价去看，相信我它绝对不是749局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在看完小丑二后呢，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友好交流讨论哦。那我是尼莫，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